如果有一天搭船不小心漂流到荒岛，你只能选择一位同伴陪你在一起野外求生。有四位、五位、四二、五位好朋友给你选哦，包括宋慧乔、刘雅仁、朴宝剑、赵寅成、李光洙，这五位里面，你会选哪一位陪伴你在孤岛求生？很难吗？宋慧乔씨，유아인씨，박보검씨，朴宝剑，조인성씨，赵寅成，光洙，光洙吗？光洙吗？不要小看光洙哦，因为他那个很高很长，可以摘很多水果。光洙，那就光洙了。就因为这样吗？제가키가작으니까나무에올라갈사람이필요하죠。因为我个子比较小嘛，那有总要有一个人要会爬树或是摘东西啊。所以把他当猴子使唤。기린으로생각해기린아장진루장진루네광수광수如果漂流到荒岛都很久没有人来救你，你要对着他二十年，只对他一个人，你觉得 OK 吗？그래도광수죠那就算那样也是我选择李光洙。왜냐면은가장뭐좀전에한말은농담이고가장친한친구이기때문에뭐20년이든30년이있어도